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这个白绿彩票，个人觉得这个配色第一耐看啊，显得非常干净，然后呢也非常百搭。第二呢是这个配色是个人觉得近期钩子里边做的比较用心的一个配色了。这个防尘纸也是带有这种彩票的 logo 的啊，也非常用心做起来。而且我再去跟大家说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皮料不是萨迪萨皮料，萨迪萨皮料会偏硬一些。这个皮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个皮料摸起来非常的柔软啊，穿在脚上肯定要比萨迪萨皮料的这个要舒服一些。这个皮料真的非常柔软啊，这个纹理质地也非常好，原厂皮原宜兴的原厂皮啊。然后我们来做一下对比，原型和大货啊，老规矩我们来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细腻的纹路和这个原型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是原厂皮啊，都是出自宜兴。然后绿色的皮料呢，也是出自宜兴的一个皮料啊。绿色的可能会比白色的稍微硬一点点啊，但是也会比萨迪萨的要这个感觉要好很多。来看一下啊，这个绿色皮料的纹路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一点色差都没有啊。看到没有？这个是没有色差的。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清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对，这个是正品的这个五金啊，有一个小扣子，像大货一样拴在这儿的。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给大家去看一下。嗯，这边原版啊，这边是我们大货，可能正品这个拿去开发会有一些剐蹭会旧啊，大货的就比较新，大体来说还原度还是非常到位的啊。这双鞋我就会说的稍微多一点啊，因为这个属实看到钩子用心的这个地方了。你们会中意这款非常清爽的白绿彩票吗？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鞋子的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可玩性，就是说它跟这个全日龙一样是刮刮乐的。然后呢，前面是我自己刮的，然后给大家这个示范一下啊，就是你们买回去之后呢，你们千万别就是说自己暴力去刮啊，鞋都刮坏了里边图案。然后你就拿这个剪刀轻轻的把这个外面这层漆给它就可以刮掉的啊。你们要有别的这个顺手工具用别的也行，记住千万不要暴力去刮啊。你刮完之后呢，就里边这些图案啊就可以露出来了，就像那个衬纸上的那个颜色那个图案啊，非常帅气的，可玩性非常高。